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简易小厨神 Jenna。今天找来这个近期大热的层层叠肠粉电蒸锅和大家试用一下。粉红色的外形的确挺吸引，不知道实际使用又是怎样的呢？这部 Rexonic 层层叠肠粉电蒸锅除了可以当作一般的电蒸炉之外，最特别之处就是特设肠粉专用的制作组件，大约两分钟就可以制作出嫩滑肠粉。今天就和大家试整葱花虾米肠和近期大热的巢皮肠粉。两款肠粉大功告成啦，大家即刻试下味道如何先。肠粉的厚薄适中，而且肠粉机操作简单，的确几方便。大家仲可以按个人喜好加入不同的配料，除了整肠粉之外，仲可以整芝麻卷等怀旧美食。我哋将会送出25部肠粉机俾各位会员，想要的朋友就记得下载 U Lifestyle App 参加啦。Yoo-hoo!